嘎嘎声大，天真的、啊、大哥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啊、大哥，这个是表弟，我去，大哥，表弟，我自己吵吗？你听我这里，就听你那嘴巴在叭叭的，叭叭的，叭的没停过。会不会说话？一口一个大哥，我靠！你也不信？说啊！二号是大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开麦了、啊，大哥！哎呀，我都没听出来嘞，大哥。这二号是大哥吗？这是表弟，你大爷的！上次都给你打过了，他妈的都给你介绍了的，我靠！你傻呀？老子啥时候跟我打过了？啊，表弟，出来擦凉嘛。他不是广西的吧？他不是，就是我表弟。啊、哦，他是你表弟，我懂了。对，你忘记了。哦，来人了！我靠，好多伞。我被卖了。妈的，一把鬼的762，我他喵的，看我的姐姐不控制。单机不应该让他捡到枪的，哎，应该狠心一点。这把两大哥，我靠，这不小鸡必吃吗？我靠！听不懂啊。吵打架就闭麦了，因为吵到你们。一般我不打架。这把坦赢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坦赢。公子军那人好多呀，我操！打这边，打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关子吉的，关子吉就啊那边。你等我等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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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追随着大哥的脚步，吃吃的喝辣的。跟着我的脚步就行了，大哥的脚步嘛。走，大哥走，光子君走。他在那个写字楼那边。啊，对。有个死女人，我去，妈的，有个大哥在那放。咦？我来啦！撑住，表弟。这好假。啊！我去。